我弄我的烤啊，我弄我的烤啊啦！我弄不来啊！你在咩？路口旁有名身穿蓝衣的男子，看起来跟远景在争吵，气扑扑就想走。我站啊！你站起来啊！你站起来啊！啊！你看，你先冷静一点啊！冷静一点！我不很冷静。因为骑没有车牌的机车上路被远景拦下，恼羞成怒跟远景闹别扭，狂喊车子我不要了。车你考，你有邻居哦。我冷静。男子浑身酒味，还辩称没喝酒，当场被抓包。酒测时还高达0.25。你应该不是第一届吧？我到。对。你在那边？你假装的会迷路哦。5度酒驾连远景都被惊呆，都被扣牌照了，又喝啤酒骑车，真的是罚不怕。男子无照驾驶，加上是第5次酒驾被逮，总共要罚38万4。全案后续依公共危险罪，已请高雄市地检署侦办。 酒驾惯犯又被逮，这下要付出的代价可大了。在国道则有警匪对峙。画面左边可以看见三个人扭打成一团，男子不断叫嚣，两名远警上前压制，三人都挂彩，其中一名远警头破血流，还好有惊无险。14号下午在国道1号燕巢路段，因为车子爆胎，一男一女停在路肩被远警关切，没想到男子居然是通缉犯，心虚想跑，惨被压制，还在他身上搜出毒品。现在也狼狈落网。记者蔡双吉、郭以真高雄报道。